OVO 集团已经连续两年成为我地嘅银光翅膀天使，而 OVO 集团旗下有五间不同类型及别具特色嘅商铺。其中 OVOhome 係一間中西合璧嘅傢私店，在呢間占兩層過萬呎嘅旗艦店入面，有自家設計嘅傢俬以及從各地搜羅嘅藝術品擺設，作品簡約細緻，將現代人嘅品味生活完美咁呈現出嚟。OVO 集团旗下的另一间家私店 OVOstudio 就将生活哲学推广至设计与功能合一的层面，所有精选产品都来自举世知名的鬼才设计师，设计糅合时尚同实用，十分切合现代家居生活。至於 OVOgarden 係一間花店，致力向顧客展示花卉及盆景最靚嘅一面，以帶出距地嘅獨特性格以及提升距地嘅鑑賞價值。而專業嘅花藝設計師亦都會為顧客提供度身設計嘅各式花藝服務。W Hotels The Store 是 OVO 同世界级的 W 酒店攜手提供优质的产品服务，将对品味的相同概念带入酒店，希望营造一个令人难忘的购物体验。Overlock 紫月位于拥有120年历史的和昌大押建筑入面，紫月不单只是一间餐厅，亦集味道、艺术及文化于一身，令客人享受佳肴的同时又同艺术及历史文化结合，以全新的角度探视亚洲文化精髓。在这次活动入面， Overlock 为关怀爱滋特别呈现了两款饮品，一款是香甜清新的 Bonbon Rouge， 另一款是果味浓郁的 Red Candy。 现在就等调酒师来为我们介绍一下这两款特殊的饮品。 Bonbon Rouge 的饭品就等于红糖，英文 Red Candy， 就我想带出一种一种开心，一种好像小孩吃紧糖的时候第一次吃糖的那种感觉，很甜，很 mysterious 的那种感觉，将第一次舐下去，咦，又酸酸地又甜甜地又挺得意的，这种特别的 feeling。 Bonbon Rouge 就用这个 cranberry juice、pineapple juice、朱古力粉、朱古力糖胶，还有这个果草，再加一个 raspberry 和 strawberry， 就 blend 了之后呢就再熱出咗去，咁就俾一種好 smooth 嘅感覺。個味道咧就會係好甜甜地啦，酸酸地啦，再帶一種好似朱古力嘅感覺，咁就好似細路仔第一次舐個波板糖，有一種好開心啊，好有朱古力啊，有果生果個 feeling 喺度。咁啊 ，Red Candy 咧就用呢、這個。Galliano 的 Vanilla 酒 Vodka 的啤梨酒，這裡就兩隻的朱古力酒，就再加一個 Cranberry Juice 和一個菠蘿汁，那味道會帶出一種很生果的 feeling， 再加一種很朱古力的感覺，也是想表達一種糖的感覺，又是好像第一次喝了一種很 mysterious 的，喝一下為什麼有一些朱古力味回出來，很特別。這兩杯東西就其實個內心就想大家都是很開心，這個世界上都很多很困難的東西，喝一杯東西好像以前
帶回一種很開心的感覺。其實大家需要支持 as concern。